真的非常的开心，又在这个午间时段能跟大家见面。那今天的话，大家都知道哦，今天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的热闹。一定要跟各位讲，这次是意大利我们出清的品牌，而且是用非常优惠的价格。非常优惠的价格，所以哦，我提醒各位，等一下下单真的手脚要快一点哦。那现在各位的话，哎，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应该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吧？我这边简短介绍一下我们菲得啊。其实菲得主要的品牌都是在意大利拥有非常久历史的品牌。那这些品牌的话，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专卖店。那其实意大利啊，真的历史悠久、精湛工艺的品牌非常多。不是只有少数那些花大钱啊请明星的代言的那些品牌，那菲得理念就是将这些性价比高又优质的品牌介绍给我们台湾的朋友。那我们菲得已经经营了25个年头，哎，掌鼓掌一下，有没有？就是真的是执行长凭着他这些经验，有没有专业而且不妥协的眼光替大家挑选的这些品牌，所以一定等一下看到有喜欢的话，我们的下单都是用关键字。当我们小编把商品丢出来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个英文数字和阿拉伯数字，直接打就可以了，不用再打加一。你打加一的话，可能就被抢走了，因为这次很多东西全部都只有一个，就是已经是绝版了，就是卖完就没了，我们再出清。所以等一下，我其实要提醒我们菲得的粉丝，我们的好朋友。你等一下，真的自己下单了，你不要再请顾问下单转一圈，绝对被抢完没有货。自己下最快哈。那我们现在准备要直接来开始了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哈。我现在背在身上这一款，这个牌子我不得不多说，一定要来介绍一下。先让大家看一下细节。各位看一下，它这边它的品牌浮雕的 logo 细节，还有它的铆钉，然后上面还做了这个圆环的铆钉处理，有没有？整个质感非常的好。你看一下它的容量，这个品牌的话，在欧美是你知道那种名媛、贵族千金，有没有？最爱的品牌，最喜欢的品牌，也是很多欧美明星超级爱的品牌。那我让大家各位看一下它的内容，我已经装好了。哎，平常你外出皮夹、护手霜、两支口红、钥匙、手机，全部一个包装进去。来，哎，它的背带是厚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宽的背带让你背起来肩部会比较舒缓哈。那负担啊？这个特价多少呢？原价18800，特惠价7990，关键字 A1。7990直接下了，真的，这只有绝版最后一个，而且这个颜色真的四季都百搭，你看有没有？背上去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长短我觉得刚刚好，你也可以侧背啦，这样子不同的风格就是用不同的穿搭，有没有很好看呢？那我们现在来下一款哦，大家有看到图片哈？这一款要求我，这一款我好喜欢哦，这一款我们看一下细节，各位。看一下这个上面黑金配有没有？这是我们品牌的 logo。然后这个的话，它是也是一个金色的纽扣扣环。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内装，哇，我连伞都装进去了，看看。我要让大家看一下，它连伞都可以放进去。那刚才基本上你个人的基本配备都是可以直接放进去，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内里是苹果绿耶？这也太可爱了吧！整个打开心情就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包款呢，让大家看一下，它是挺的，所以很有精神。像一般如果你是上班通勤或是都会的女性，我觉得非常适合。像我个子比较娇小，我160哈，各位我160，我喜欢它调成短短的，有点像腋下包。这个价钱多少？原价15800，特惠价5990。天哪，这价钱也太有诚意了吧！5990，赶快下单，只有一个啊！这可以调成长的，那你就可以斜背。那我的话，我建议，我觉得这样子背有没有非常的有质感？你再穿一个西装有没有？然后里面穿衬衫，哇，这出去洽工有没有？整个质感就飙升了。这个哈，赶快下单哦！关键字直接下单哦，关键字 A2 哦，下一款。大家刚才有看到图片吗？这一款喜欢大包的人有福了，接下来几个都是大包。那喜欢大包的人可以看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包的细节。哦，这个包包让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看到它这个镂空雕刻的这个细节有没有？然后整个，然后它牌子的 logo 在这边，重点是
它里面还附上一个小的包包哎，其实这个包啊，你可以拆下来放在你其他的包包上面一起使用。然后这个包啊，如果你是跟这个一起带，我觉得私密的钱包之类可以放在这边，也比较有安全感。然后这个如果去轻旅行两天一夜可以吧？这个很好用啊。对啊，你看你基本上你基本的配备衣服，夏天衣服本来就比较少，有吗？那这个特价是多少？原价11800，直播价4990，关键是 A3。4990 A3，赶快下！喜欢的朋友赶快下！而且你看一下，这个包包是有底的，我最喜欢有底的包包。为什么？你背起来除了挺之外，看起来也比较有精神，不会你知道有点拉东拉西，有没有？直接有底的包包，这个镂空看起来又比较轻盈，这也是四季都可以背的哦。那我们来看下一款，最近有没有人要出国度假？哈，现在大家已经暑假过了三分之一了，有没有？准备还没出去，或是你即将要出去的朋友，这一款我们大的也是编织的包款。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大家看一下，它上面这个是皮革的，是这个牌子的 logo， 这是直接车上去，所以它是立体的。然后看一下这个细节，它是竹编的，竹藤的包款，有没有？整个摸起来是很舒服的。其实这个包啊，因为下面是竹编，它非常轻，不要看它大哦，它非常的轻。那你可以这样子手提，你看看我的身高，这样手提。我觉得尺寸也刚刚好哎，像你如果外出，这容量我就不用介绍，它里面有一个拉链啊，这个容量你放上你的浴巾，然后你的草帽或是你的所有的配备，你这去海滩去度假绝对没问题，这连笔电都放得进去哦。哈，那这一款的话可以手提，也可以肩背，它的特价多少？原价10800，直播价4990，关键是 A4。4990 A4，直接下，这只有一个哦，只有一个。然后这边的话是可以调节的，它的左右两边都是可以调节的哈，所以这个包款它其实打开来的话会更大哦。赶快下单，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我们看下一款，哎，这一款 CP 值很高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这一款是自己想买，对，这一款 PVC 的有没有？它是内外它都有两层包，这个材质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它是可以拆开来的，然后你看看有没有？如果你去海边，里面装一个浴巾、比基尼、你的墨镜，直接这样子把它带出去，有没有？然后你看它也是黑金配，整个就看起来有一点点低调的奢华感。然后你看它的肩带也非常的好，刚好不会太短，你要肩背的话都是可以的。重点是它还有附上一个小小的这个内袋，这个内袋我觉得它做的很精致哎，跟一般的不一样。你看它左右还可以抽绳，里面容量就不用讲了。如果你把它拆开来使用的话，其实你一般简短的外出啊，或是干嘛，这样提也非常的好看哦。对，很时尚哎，有没有？这个特价多少？原价9000，直播价，等一下我们看错了，多少？老妈妈，快哦，2990，关键是 A5，都岔气了，2990，只有一个哎，只有一个，你看看多好看，有没有？我现在这样子准备要去度假了，有没有？只有一个哦，赶快下单，赶快下单。我们看下一款，哎，这个包非常的好看，我们来看一下。哇，这又是我的菜了。我觉得我今天和这一身和这个包非常的搭配。大家刚才有看到图片，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细节。这一款的话，这个包它也是我们今年真的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包款，它上面是它的 logo 的缩写，然后大家看一下，它是金色的这个五金，一样是有一个可拆卸的袋子，而且你看看它这个袋子上面这个品牌的 logo 有没有看到？它是立体的铆钉，直接镶嵌在上面。那这一款的话，它如果你是比较优雅，你就可以直接拿这个这样肩背，非常的好看。那如果你今天比较个性一点点的话，你就用这个粗的肩带，有没有看到这一排整个直接露出来，有没有？非常棒。它特价是多少呢？特价哦，原价10800，直播价7560，关键是 A6。哦，这有两个颜色，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喜欢浅色的人的话，夏天真的推荐这个色。然后另外一个是驼色，这个是四季百搭的，两个都可以赶快带哦。A6 是不是？驼色，关键是 A7。A7。这个是 A6， 赶快下单，只有各一个了。对，只有各一个，这容量就不用讲了。这你基本上上班穿搭的话，真的都很适合。赶快下单哦，按照关键字直接输入就可以了。我们看看下一款。我这里的菜又来了。对，小包嘛，我个子娇小，我真的超级爱小包。这个大家有看到图片哈，我来介绍一下。
细节给大家看一下。各位看一下，这个是也是刚才同一个品牌。那这个品牌的话，我要先跟各位讲哦，它是使用生态的科技皮革。那其实它这个皮革做得非常软，你有没有看到它上面的纹路？有没有？然后还有它这边所有精致的车边，意大利的精致的那个做工，有没有看到？然后它一样是有两个，一个是短的手提袋，然后这个手提袋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它是立体的。它是立体的，上面是有一点点蓬蓬，里面是有车棉，所以你在握起来的时候，那个手感是非常好的。一样是有两个背，两个背法。那我们这边这特价是多少呢？我来试。价7800，直播价54605460，关键字 A8A8。5460，赶快下单！而且这只有一个，这个颜色，而且这颜色很正好，有点蓝，又加上一点点灰。灰色。好，整个就是觉得很有质感，有没有？那如果你像一般外出的话，你可以直接拿起来。如果你比较想要用手提的话，有没有？它一样非常可爱。那换不同风格的话，就一样用肩背，而且这个背带超轻哦，非常的轻哈。那我们现在来下一款。天哪，这一款我先直接拿这个。这一款在还没打折的时候我就已经购入了，而且我这一次出去玩啊，3天都背着它，而且我每天都穿不同风格，超级百搭，真的超级百搭。这一款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哈，这一款它是腋下包，你可以长背，也可以斜背、肩背、手提，全部都可以。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它一样，这个配色真的实在是太好看。然后它里面的内装的话，我装什么？我装了钱包、2支口红，然后卫生纸，然后我基本上我的手机，重点是我还塞进去1只墨镜。有没有夸张？它的不要看它小小的这样子哦，它的容量真的是非常的够哦。然后我的话就是，其实我有时候是手提，我穿那个蕾丝洋装的时候，我就是手提，然后这样子。然后如果我今天是我那天有穿了牛仔的套装洋装，我就直接这样背，有没有？都非常的好看。这个特价是多少？这个特价原价是7800，直播价5460，关键字 A11。赶快下单，我超推荐这个，是而且这只有一个，这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真的，我就说这一次是真的是绝版品出清，就真的只有一个。它有两个颜色，然后看你个人穿衣的风格，像这个黑色我也觉得很有个性。如果你是走比较酷一点点，然后比较穿的颜色都是深色，这个经典一年四季都可以。那如果像我一样，你是有时候会穿一些比较个性或是比较 lady 的，这个白色超白的，真的，我觉得这一套对吧，什么包都非常的搭配哈。那这个赶快下单哦，按照关键字直接下单哦。关键字 A9， 黑色关键字 A9。赶快哦哈，这两款两个颜色，只有一个，推荐白色，推荐白色哈。那我们来看看下一款，我们的下一款的话，哇，这个也很优雅，这个包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哈，非常的优雅。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我们看一下它的细节。然后这个包款的话，它的皮质真的超软的，软到舒服到一个不行。你们看这样子，看得出来它那个手感吗？然后一样，这边上面有它 logo 的镶嵌，然后重点是你看一下它的每一个车边，它是用皮革，然后来去整个把它缝制起来的边，这样子的话可以让这个包包更有立体感，有没有看到？那这个容量的话，基本就不多说了，你通常通勤的话都可以带，然后里面它还有内袋，它里面是麂皮的。好舒服哦，有没有？它有两个小内袋，然后品牌的 logo 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然后非常的这一款非常的轻哦，我真的觉得几乎它没有什么重量我来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先报价一下，原价10800，直播价是7560，只有一个，只有一个 A10，有没有看到它的容量非常的大，然后而且整个包款非常的挺。然后非常的好看，有没有？我们的执行长又来，什么执行长要？执行长如果出现的话，各位手脚要快一点，真的要快一点，赶快看一下这个包哦，赶快下单。那其实很多人在问，是白色的包啊，什么会不会容易脏或什么？我这边教大家一个小秘诀，我自己都是这样子。像我那天背那个白色的包，已经售出了，售出了，没有，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它要怎么保养。其实白色的包款，你在买到包款的时候，你就要喷上那个防水的喷雾，一方面它可以阻绝你的皮肤的汗水或是什么，再来的话它清洁会非常的方便哦。所以夏天一定要背白包，不要怕脏哦，各位。我们换下一款，这一款跟刚才那一款很像，这一款好 lady
才那一款白色的是不同款的，因为它的背带是不一样。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更优雅，有没有？更粉嫩，有点少女心的感觉。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细节，它这边是一个粗的金属的背带，然后这个是一样是可拆卸的哦。我们这个品牌的包包所有都是可拆卸的，你可以依照你的穿搭风格然后来去变换。那它这个的话我觉得你看它粉色配了一个黑色的边，然后这个立体的 logo 上面也有皮革相砍哦，它上面是皮质的哦。那这一款的话如果是这一款特价是多少，背给大家看一下。8800直播特惠价6160，关键是 A14 6160，赶快，有没有？而且这个粉色的包款其实配如果你常常穿丹宁的衣服，你是丹宁控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大推荐，因为它就是粉嫩和我们的个性两个融合在一起，看起来会平衡的刚刚好，有没有？像我今天这样子其实也是非常的合适啊，对不对？我今天每个包都你买，对，我不行的，我买太多的出面，又出售了，对，恭喜你，恭喜你得标了，恭喜恭喜，我真的非常恭喜能够得标的观众。好，那我们看看下一款。我今年呢、啊，这次会推荐非常多这种有点藤编的，然后编织的包款。那这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细节的地方，看一下，哎，这会不会太有诚意啊？你看它这个皮革黑和白，然后整个这样子编织制成的，然后它一样有它的 logo， 对，交错编织。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内装的话就不用讲了，哇，这个是。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轻便的话，你一天或是半天的这样子外出的话，你的笔电，小型的笔电 iPad 全部都可以放进去。然后一样啊，两个背带你可以手提也可以肩背，然后它的配色之经典，这一款一定要带。那这一款的话我们它的特价是多少？原价11800，直播特惠价8260，关键是 A12 8260。你看我160，我一直强调我的身高是要让各位顾客知道，它背起来，你看它不会很大，我里面有装东西啊，里面有那个让它撑起来，对，然后整个这样子有没有看到，非常的好看。那如果你比较 lady 的话，或是你要做比较休闲一点点，你看手提这样出去，哇，整个加分了，加分了，有没有看到？还自己摆一个 pose 有没有？赶快下单这一款，然后我们再下一款，关键是 A12 哦。下一款也是藤编包，今年这是藤编包，书编包一定要有一个。有没有看到这一款的包款啊？我们看刚才有看到照片，这个细节，哇，这细节可能要真的要介绍一下，这太精致了吧！它是金边，外面还用皮革全部缠绕上去，有没有？然后其实一般人会说，哦，这个会不会太重？为什么？我已经讲过，它下面全部都是藤编，所以它整个包是非常的轻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正面。然后皮革做拼接，然后一样这边，好，它是整个，然后这上面也是皮革，内容就不用讲，哇，它内袋很多哎，它除了一个拉链袋之外，里面这边前面还有两个小内袋，你可以放手机或钥匙之类的。然后这一款，哎，它的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暗袋，这是让又有卡，对，方便，直接逼过去，然后各位看它品牌镶砍上去的 logo。整个是太好看，我们来看这个特价是多少？原价11800，直播特惠价8260，只有最后一个，关键字 A13 8260，真的只有一个，一个这个特惠价是真的是这次直播帮大家争取来的。我们的特惠价在3天之后全部都会恢复成原价，所以你要在现在这个时候直接下单了。有没有看到这一款可以手提也可以肩背，有没有？这样子也很好看呢、欸。我觉得这个包款搭牛仔裤应该超赞的，对不对？超好看。对，看，而且这四季都可以背，有没有？整个拉起来是很轻的哦。那我们看下一款，哎，下一个是皮夹，对不对？是哦。哇哦，哎，要缺皮夹的人，要换皮夹的人，你的皮夹该换哦。你知道皮夹之前也有说，你要常常换皮夹，然后因为它的运势啊，或是可不可以帮你，就是让你赚进更多的钱啊，在皮夹上面，大家真的。要换一下皮夹哦，夏天。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皮夹的话，它有两个颜色，对不对？然后看一下它多精致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里。哎，这个刚刚那个包包是不是可以配？对，这个白色的要配成一套。心机、啊。刚才有买那个包包的人可以配成一套。我们它这边有一二加上零钱的话，1234有四个夹层。那这边的话，信用卡非常的多哈、哦，那个所有信用卡都可以装进去哈、哦，非常的够。然后而且你看，它一样配上它的金边，然后大家看一下。所有
它的五金上面都有它牌子的压印的 logo， 这是特别定制的哦，专门定制的。然后它的压纹，来大家看另外一个色，我刚才就是说这个色好美哦，有没有？有点低调，然后又整个对，有点灰蓝色这样子，然后可以看一下它所有的这个车边胶边，没话说了吧？有没有做成这样子？那这个特价是多少？原价4800，直播价3360，3360，各位，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这样拿出去，有没有？有没有很好看？超好看，而且跟你的衣服都好搭哦，对，白色啦，白色的，关键是 A15，白色 A16，白色的好看。你看，我今天要去买东西，买个饮料，有没有？这样整个拿出去，质感100分，100分。那我们看下一个哦。哎，下一个包款，哎，这个好 Q 哦，这个包款太可爱了，是我这直接套在脖子上，是不是做一个装饰？这应该是装我们的耳机吧？可以哦。对，耳机有没有放上去？有没有？才不会是这。其实你有时候在整个全身搭配的时候，它也可以和你其他的包款别在上面做搭配。你知道现在流行超小迷你包，哎，有没有？之前那个这一个有一个出一个超小的包包，有没有？超级迷你，越迷你越可爱。那这个包的话，它的价钱是多少？原价6800，直播价2990左右，2990，各位看一下，来，它这边精致的细节，它的 logo， 然后这个酒红色看起来真的非常有质感，一样胶边，完全制作是不马虎的哦。然后这个是如果你一般出去戴个耳机啊，手机放在身上啊，基本上这样子有没有？整个非常的好看，它也可以当你包包的配饰哦，其他包包的配饰哦。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款。藤编包又来了，我说夏季有没有一定要介绍到这个藤编包。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这个藤编包它一样哦，里面有内袋，我把内袋直接拉起来给大家看，好，一样，可以拆哦，又来一个包，你就得到两个包，有没有？你买一个包 CP 值超高的，有没有？这个包你可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拿起来这样子整个镂空，夏天背就非常好看，非常的轻。有没有看到它编织的，有没有？它是用菱形的编织，然后这样整个编织起来，连提把的地方都是，提把是厚的，所以摸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那如果你比较隐私的话，或是要当日常的包款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加上这个，直接把这个包装进去，你就可以把你日常，如果你要外出的话，都是 OK 的。那这个包它特价是多少？原价21800，直播价7990，7990，两个色，关键字 A19，两个颜色7990。各位，这要推荐什么色啊？怎么我好像都偏爱浅色哎、欸，有没有？那如果是黑色的话，其实这样子，你如果外出的话，戴一个黑色的草帽，穿一个凉鞋，哇，那你就是真的是在沙滩里面，整个是看起来有没有非常的高级。非常的高级，驼色关键字 A20， 驼色，驼色的话那就百搭，你看像浅色的衣服、牛仔裤全部都可以搭，赶快下单哦，赶快下单，这有两个颜色，在下面一个哦，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包包，它也是藤编包，这个超好看，对呀、啊，这怎么会留到现在？这个只有一个，这个等一下一定要赶快抢了哈、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你看它编织。它应该是有4到5种不同的编织技巧编织上去的，有吗？而且这些编织全部都是立体的哦，可以让你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有那个质感，有吗？你看一下它，而且我里面有塞一点点东西啊，如果你放东西进去的话，再来看一下它圆形的提把，有没有？它提把上面全部都是编织的，把它缠绕起来的，有没有看到？我来看一下这个特价是多少。原价13800，直播价3990，我有没有听错？这个手工艺编织，对啊，卖3990，我们这新长真的太有诚意了。A21，真的太有诚意，你看，肩背完全没问题。那你要手提的话，有没有穿个凉鞋，整个都非常的好看。只有一个，赶快下单哦。那我们来看下一款。哎，下一款是哦，再来是几款都是黑色的包款。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款，百搭款啊，是今年那个腋下包红的不要不要的哦，真的是太好看。那这一款的话是真的牛皮哦，这一款的话，这个牌子的话是我们的飞得和韩国一起联名的品牌哦，这个可以看一下。哎，它好软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有没有？非常的软，非常的软，有没有看到？
然后它这下面有做皱褶的处理，然后整个是非常舒服。那这个容量就比刚才的还要大，我就不用讲了哈。它这个里面是帆布的内里都有内里哈，然后这个基本上你的日常的用品小物，这个连水壶都装得下哦。可以哦，可以哈，这个连水壶都装得下，加上阳伞都可以。那我的话，我是调比较短一点点，那你也可以变长的，变成斜背的。那我个人喜欢这样子背啦。有没有看到这样背起来很好看的，而且它好最近就流行这种半月亮型的、啊、腋下包，这个特价多少？原价6580支，对不起，太卡住了，直播价1990吗？真皮，你们看到我嘴巴掉下来了？什么我？是不是少一个零啊？都爆出来了，1990，1990，赶快下单关键字，关键字是什么？打到我都吓掉了。A22A22。哎，真皮啊，味道超香的哎，对，整个非常哦，这个可以调啦，可以调成长的。那我现在用的是短的，马上售出啊，这一定要售出，一定要售出，这么售出。哎，不要，我都没抢到，我在直播我抢不了，有没有？各位换下一款哈、哦，下一款售出了我们就换下一款，来看一下照片哦哈、哦，下一款下一款的话，这个包款也是我们刚刚看一下图片哈、哦，这一款也是真皮的哦，这个动作要快哦，这个动作要快哈、哦。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它的细节。这个包款的话，它是也是可以手提和肩背。那这边的话，它做的形状非常的特别哈，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一个收口，你可以自由调整。那里面的话，也是做了一个鸡皮的处理。这个是真皮的哦，这个是真皮的哦，里面有一个内袋，所以它的容量基本上你一般上这上班都可以背耶，很刚好、啊。对啊，你看它用提的，有没有非常好看？再来，你可以肩背。肩背、斜背都可以，那我肩背给大家看，这特价多少呢？原价10800，直播价3990，关键字 A23，只有一个。这两个真皮也卖得太便宜了。3990，这真的是有点闹，真的是给大家福利，真的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赶快下单哦！哈，这个你看我这样背起来，哎，它也可以这样背了。斜背看一下。对啊，斜背看一下，哎，斜背也很好看的，有没有？斜背也非常的好看，有没有？我觉得它这个须须啊，还有它细节的地方加分很多啦，就是真的真皮的，赶快下单哦！我们来看下一款，我们来看下一款。哦，下一款这个包款，我们一定要介绍，因为你知道季节随时在更换，然后这个包款你现在买起来，冬天你就是真的是第一个。最非选的人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包款的细节，有没有看到？哎呀，这个太好摸了吧！我摸了之后手都不想把它看着，就想摸，我都不想把它伸开。会不会买了就一直摸？我控制是皮的，是不是？我控制不了，对，它是皮拼接的哈、哦，上面这边是做我们绒布的效果。像冬天的话，你一定要带这种有分量感的绒布包款，整个架势气势就出来了哈、哦。那这个它上面有它的品牌，大家有看到哈、哦？然后皮革的拼接，那这个容量非常大，它是用磁铁吸扣，里面一样有内里，太精致了吧？里面玩玩对，有内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款它的特价是多少？原价9800，又开始念不出来。直播价3990，关键字 A24，A24，3990，你看看我这样子提，整个有没有很优雅？如果这个其实真的，你冬天在背它的时候啊，整个就是舒服到一个不行，而且它容量真的非常的大，容量非常的大，3990只有一个有底，然后整个侧边的容量，这笔电和那个。和 iPad 全部都装得下，一定装得下，对，装得下，装得下哈。那赶快哦，我们换下一款。哇，这来，大家看看，这太可爱，又是一个迷你包，这是一个腰包。我们大家看一下图片，有看到哈？它是腰包，但是它拆掉之后变成一个小的手拿包。如果你是腰包，我暂时用笔一下给大家看哈，它是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整个这种感觉、欸、也很搭、啊、对啊，这就是你知道今天这套衣服真的也蛮百搭的哦。我今天在卖包包，我在卖包包，衣服有喜欢的话要看到最后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包包的细节。这个牌子就是我刚才说欧美名媛贵妇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好，那我们大家看一下它这上面啊，有它的那个车边，然后整个是立体，它是绒布的。哎，光看到这个 logo 有没有看到闪闪发光，有没有太有诚意？而且这个的话，基本上你是带卡片出去，你去夜店玩的时候，啊，带个卡片，然后你的口红一条放进去，信用卡这样子，然后加家里的钥匙是可以的 ，OK。然后你可以把它拆掉，那拆掉的话，它就变成小的手提包，有没有？
好 Q 哦，这个可能可以买给那个女儿，有没有？小小女儿那出去的时候这样子提着，真的也非常可爱。那这个特价是多少呢？它是不是还有一个颜色？它的原价是8800，直播价4990，4990，关键字 A25，A25，有没有？我现在稍微别在这边让大家看一下，它背起来就是这个感觉。那你可以自己移动嘛，哈，我觉得放在侧边是最好看，放在侧边真的是最好看的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款，下一款，这个很可爱耶。接下来介绍这个包款，一样是小包。小包的爱好者真的有福了，看一下这一款，这一款呢、啊，其实现在真的非常流行，它可以再放在家里当化妆包，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背出去。我们看一下它的细节，这个包款，哇，这颜色，我的菜啊，太柔和了，我很喜欢这种有点迷你奶油，对，有点奶油色的，有没有？整个看起来气质就出来了。然后看一下它这边五金做工的细节，然后所有品牌上面都有它品牌的直接。的 logo 镶嵌在上面，那个小锁头超可爱。对呀、啊，好可爱，前面的小锁头。那这个容量就不要，里面是鸡皮的哈，容量就是你基本上、如果你真的是背出去外出的话，你的皮夹、手机，哇，这可以装超多东西嘞。好，整个超立体的，非常容易。这个特价是多少呢？原价19800，直播价7990，关键字 A27，有没有看到我背起来了？这个长度是可以调整的。通常带的东西很怕被压的话，买这种很适合。哦，对，对，因为它是硬壳的，对，完全不会被压到。有没有？就是整个你里面的东西，它就是墨镜啊什么都不会怕被压坏，有没有？整个非常好看，那也可以手提哦。你看看手提的话也非常的好看哦。好，只有一个，赶快下单，赶快下单。我们这个有没有像是化妆包的小包一样哦？你可以在室内用，也可以外出去哦，带出去外面背都可以哈、哦。那我们看下一款，哇，那这个下一款可能可以一起介绍哦，它有大和小，对不对？我们先介绍这个包款。藤编包又来了，藤编包，夏天啊，很多藤编包哎、欸，不是。夏天的藤编包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为什么？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出去外面拍照或是怎么样，哎，什么都对了，但是就是少了一个氛围，因为什么？你少了一个有度假氛围的包款，就是藤编包。真的、哦，你即使在拍照的时候把这个包包放在旁边，它整个氛围对了，就都对了。各位，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有没有？它这个是藤编制成的哈，100%藤编包。然后上面这个是皮革哦，100%皮革。上面这个的话是它的 logo 做的比较那种艺术的感觉哈。然后它这个底部是有底的，那就不用担心有底的包包，你的容量就可以装的更多哈。然后这个一样可以调整肩带，那我现在调的是比较短，然后它也是用皮革直接扣起来，我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特价多少？原价是9800，直播价是5880，5880，只有一个，就差这个包了。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出去外面啊，你整个衣服都穿对，但是你永远都只背同一个包包，衣服要换季，包包也要换季，换上一个藤编包，而且这藤编包非常的耐放哎、欸，你每年都可以把它拿出来背，有没有？然后它两面另外一面是这样素色的。然后一样，它可以把它放长，你就可以放长。浴巾、毛巾全部都 OK。我们看一下，它还有一个小 baby 来了，哇、哦！它有另外一个大包售出，被买走了、啊。恭喜你，真的，这个一定要拿。你看看，我今天穿的这衣服，每一个包都适合。很搭啊，这售出了，不要再给大家看了，真的看得大家心痒痒的。还有小包，你还有机会，小包。这个小的包包，像我个子比较小啊，你看看这个小包，细节的话跟刚才一样，它就是做成一个迷你版的，一样哦，每一个工都不能少，没有少哦。那这一个小包它特别的地方是，它除了手提之外，你可以像我一样直接背起来，有没有？很可爱，好可爱，我觉得小的比较适合，很可爱。小的是你160，对，160。如果你跟Vivi一样，身高是差不多160左右的人，小包直接带走。那如果你比较修长，就是我羡慕的那种身高，有没有？你就可以买大的哈。那这一款你看看。有没有整个氛围对？可以让我转个圈吗？蛮适合的、哦，很适合，对不对？你看看穿这样子在沙滩上多棒！这特价多少？小包是9800，直播价5880。刚刚大的不好意思，大的是11800，直播价6990。哇，那真的，那这个包款啊，真的，如果你刚才有买大的，如果你有女儿的话，你帮她买一个小的，这样两个出去拍照。
真的是实在是太无敌，而且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哦。哈，度假一定要买一个藤编包哦。哈，这个。那我们先来看下一款哦，我们的迷你小包又来了。今年这个迷你小包，大家有看到图片吗？图片上面呢 ，model 背的是蓝色的哈，这个蓝色。那它有三个颜色，其实。有时候小包背的就是一个态度，我一次背三个会不会太有态度？哎，不啦，哎，真的，我背给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有没有不同的感觉？你看，像我今天穿的，如果是背这个，它这个绳子是可以自己绑的哦，你可以把它斜背变成小小包款。那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它是一个小纽扣，基本上你的卡放进去，要出门带一张卡，现在都行动支付了嘛，然后你的卡直接放在上面，然后钥匙都可以带，然后做一个装饰的效果。你看有没有？其实三个带在一起，现在你们知道那大牌子走秀一次挂三四个包都非常，像这两个颜色是夏天非常亮眼的颜色，推荐给大家。那这一款的话，它的特价是多少呢？原价是6800，直播价3990，3990，三个色 A30，推荐这个色啊，这个荧光黄 A31, 好可爱哦，有没有？我喜欢蓝色，你喜欢蓝色，我喜欢黄色。你看这个直接套起来，而且你看到哈，它是可以自己打结、自己调整长度的。有人问是不是可以绑在腰上？可以，可以，当然没问题。我先来绑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也可以当一个小腰包，让你的衣服更有层次感。哎呦，不得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个包，这个包要抢了，有没有？你看你直接弄起来，它就变成这样，放在腰上，有没有？然后你直接要拿东西啊，或是拿，它也可以当零钱包，对不对？有的人出去的时候，就绑在牛仔裤，当腰带这样绑，非常好看哦，各位，它只有三个颜色，各一个吗？好像各两个。好，那赶快下单哦！这个颜色推荐，这个色，实物的话，这个色超级好看的哦，可爱。我们下一个包款是。又来一个名媛包款，有没有？我最喜欢这种书包款。这个，这是我们执行长的菜。执行长不要再偷抢。执行长的那个包，这个真的非常适合他。这一拿起来，真是架势十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名媛最爱的这个品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款的细节，哇，不得了了！它这个 logo 有没有看到？它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拼接。前面是鸡皮，然后这边是有纹路的鸭纹皮革，然后这边是一般素的皮革，而且你看它的型边侧边的地方也太精致了吧！然后整个，而且重点是它又可以手提又可以肩背，两用包款就是这么无敌，这么耐用。还有拉链。对，你看，像如果你一般如果商务外出，这样子拿起来有没有？整个质感妙，而且这个是他们大秀里面主推的一款哦。他们那个时装秀走秀上面要走一下吗？我可以，我有这个荣幸吗？有吗？我有这个荣幸吗？走一下秀有吗？然后它可以肩背，那这特价是多少？原价18800，直播价10990，关键字 A33 看一下有没有整个背起来，即使肩背这样子，整个也非常的好看有没有？就这个搭个西装外套，或者你真的只是搭一个 T 恤。就会非常的好看哦，那这个赶快下单哦。那我们看下一款，哦，这也是同一个品牌，它有两个颜色，对不对？哦，喜欢链条包的朋友，来看一下这一款包款。这个包款的话，就是做的非常的精致。我觉得其实这个包款真的是完全没有什么季节之分的，它就是每一年都会出的经典款。我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驼色。有没有看到小小的，然后就这么简单利落。如果你是一般外出的话，连皮夹都不用带了。它这边直接就是一个内拉层，你就可以当一个小的皮夹。然后这边你的所有的卡片全部都放在里面，它可以收起来当手拿包，也可以直接外出像这样子肩背。有没有？它是就是真的是两用的包款。我来让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收起来哈。它收起来手拿的话，整个更有那个。更有那种，如果你是参加一些晚宴啊，或是什么，有没有直接手拿，或者是你要肩背，如果休闲外出的话肩背，这款黑色也很好看我来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特价多少？原价是15800，直播价8990，8990，让大家看一下，有没有这样子，整个侧背，然后你可以这样背，有没有？
很方便。介绍你的包。对，非常的方便。这个出门啊，如果你要去接小孩或是什么、啊，简单的背一个这个，或是你要外出参加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这真的是四季都可以购买的哈、哦。这个四季都可以搭配，而且超级经典，两个色。那我们看下一款。哎呦。没有，下一款包还没。那等一下，等一下，有客人私讯问说，好啦，但他认真问你身上那一套是怎么回事来？哦，身上这一套是吗？当然啦、啊。如果你今天这些包款啊，其实真的你简单的搭配一个洋装浅色系的，然后上面一件 T 恤就非常的百搭。那我们来看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好了，这件衣服是 No.21 的基本款的 T 恤，然后我穿的这个是最小号的尺寸，然后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里面，我里面有搭一个小背心啊。小可爱小背心，那你可以穿肤色的内衣。那这一款的特价是多少呢？原价7800，直播价5460。天哪，这种基本款的 T 恤也可以打到这种折扣。我记得这件纯棉。对啊，纯棉的，非常的舒服，有没有？关键是36号 A36， 38号 A37。Vivi 是我是160，然后50公斤，我穿的这个是36号，因为这个 No.21 啊，它的版型啊，36号就。其实一般 S 和 M 都可以穿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件裙子，这件裙子真的是太美了。这件裙子的话、啊，你看一下，它是做不对称的，然后有好几种、三种不同的格纹，把它拼接在一起，所以你们看起来它是做百褶压褶的，非常的有律动感，有没有？然后整个看起来又露出你最细的脚踝，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好看。那这一款我记得它有特价，对不对？有。这一款的特价是多少？这一款特价是原价13800，直播价6900啊！只有一件吗？只有一件，只有一件，最后一件，最后一件，40号，关键字 A38。好，看一下我这一件有没有？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哎！啊，鞋子之前有介绍过，那鞋子的话，我就请小编直接帮我们把链接直接丢出去。那这款鞋子我就不多说了。超级百搭，而且看起来它后面是有加高的，加高差不多3公分左右，然后整个看起来会让你身形更加修长。我今天这样穿起来应该也有165了吧？这全家165有啊，穿165，加高2公分，然后再背上一个我喜欢的包款，有没有？整个就是。不得了了，有没有？这个颜色真的是特推，夏天一定要背这个款。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下一周真的大家要期待一下。我们下一周啊，请各位仔细看一下哦，我们下一周的时间是在7月26号周三的晚间，是晚间哦，周三的晚间8点到9点。然后它下一次的主题大家一定要准时上线了，我们严选生活质感精品。我跟你讲，执行长强力推荐。我们现在就是现在生活的环境或压力啊，真的非常大，大家一定要注重我们的起居，我们的生活的美学，让你每天看起来都更有仪式感，让生活都更美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7月26，下一周是晚间哦，是晚间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7月26，再跟大家重复一次。周三的晚间8点到9点的时间，一定要准时上线哦，一定要准时上线哦。接单的部分提醒大家。对，我在这边提醒各位一下，我们的直播全部特惠价都是有期限哦，那它是到7月24号礼拜一的12点止，所有的原价、所有的特惠价都会恢复成原价。那这边的话，我们后台会直接帮各位的购物车清空哦，哈。所以记得等一下，刚才有加的人直接就按照着我们的步骤按继续之后，就可以到结账那边赶快结完账。如果快的话，我们包包整理一下，今天就可以帮你寄出喽。那最晚的话，下礼拜一好会帮大家整理把货寄出哦。那记得7月26周三晚间8点，我们到时候见喽，拜拜，拜拜，拜拜。